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继上个视频碰见那个卖杜刚那大爷，那个上期不是给我留个电话，我今天过来看看他的狗品质怎么样。他说他这个小狗品质挺好，过来看看他品质怎么样。如果要是品质好的话，咱们给他带回去，咱们自己回去之后给他培养一下。他那个一会儿大爷跟我说，他过来接咱们，等他一会儿，在这等他一会儿，一会儿他来了之后跟他过去看看。你找了钱是吧？三千块钱输着个眼神败了。你试试吧，你试试，看他听清了不？管他那是啥？这是虎尾，现在不是那种正儿八经走虎，你也没叫他打我家的，肯定的。现在都没毛了，哎。经常都是省碗，我的。嗯，而且今儿没见，今儿见我这买着了，那今儿就买着回去。哎，给我弄啥？你看那小猫还弄啥？好歹一个这，那靠着它配种嘞，不喂点好了？吃都是买来着。啊。
一个二十斤。哎，不行。哎，二十斤。哎，就是，那打屁屁的都趁那啥了，一个二十斤。这个五个月了是吧？五百吧，500。还张吗？他这歌张，还张了。脑骨脑骨品相好。好嘞，咬小狗吧，才打。才打，我看你回去之后，我估计你拉不住了。我拉不住。你反正，俩月都下够了。俩月还有俩月。嗯。从今儿出俩月。